是镇江的秦丽华，河澳探店，探出好味道。今天来到金源川早茶，我们进去吃吃他家的味道。金源川早茶位于孟西路72号。看一下他店里面的环境。哎，我一个人。就坐这边后面的第二张桌子吧。哦，行，帮我来一个杭汤面。什么面？牛肉的，然后加一份香肠。再来三只包子，荠菜的。荠菜三个，好，一共28。我的面条来了，香肠、牛肉双料面，看着这个颜色还是挺诱人的。还配了一点点青菜，绿油油的。这个包子包得好漂亮，看它的香肠切得薄薄的，香肠味道有点甜，牛肉比较烂，但是肉不松散，还有嚼劲。牛肉的味道还是真不错。面条比较筋道。再试试他家包子的味道，荠菜的，菜心是甜蜜蜜的。今天要的太多了，还是没吃得光，差点忘了。大王叫我来选。